这个民族是个海洋民族，是被海洋养长大的，他的生活哲学包括鱼类包括波浪都构成了我们的古典文学，都构成了我们做人处事的一种依据。这个地方我们把我们的地名称之为卢亚布内，飞鱼季节的时候有一个黑色翅膀的飞鱼托梦给一个老人家，请那个老人家穿着传统的服饰，戴着礼帽，戴着镜片，就在那边说，哦，飞鱼有多少个种类，你们如何来吃飞鱼，吃飞鱼的方法和次序，他就那个黑色翅膀的飞鱼就教那个老人家关于所有飞鱼季节该遵守的禁忌以及鱼捞的方式鱼捞的方法，教完了之后就跟他讲一年分三个季节，飞鱼鱼捞的季节，停止飞鱼鱼捞的季节，等待飞鱼鱼捞的季节，每一个不同的季节的那个工作税率和税时季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还基本上都是我个人的每一天的一个功课，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宁静好好的下海，基本上是已经构成了我生活美学上的一个惯性。你好，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夏曼兰波安出生自兰屿达悟族，他用海洋的灵魂写文字，也因此他的作品《老海人洛马比克》从真实生活中建构起文学中的世界，带我们进入达悟人的海洋与文化的骄傲。导演郑友杰将他的作品拍成了影像，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导演来跟我们分享《老海人洛马比克》。导演你好。慧玲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导演的这个计划其实是因为一个大计划，是就是阅读时光计划，选了10位台湾的作家的作品，然后帮他们把作品转换成文字。导演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你选择拍夏曼兰波安的作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我是在所有的导演里面第一个挑选的。那因为我在书单里面作者名单里面看到夏曼兰波安，然后夏曼兰波安正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启蒙我开始投身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文学作家。是大学时期就是因为看了他所写的《人海情深》，我开始去反思，我是谁，我看到了夏曼兰波安放弃他的工作回到了兰屿，去过达悟人，重新开始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达悟的男人。我也反思，那我呢，我该回到哪里去，对，我有地方可以回吗？我要怎么做我才可以当一个我该成为的一个人。是，对，所以于是也启发了一些我创作上面，因为我一路创作下来其实都一直在追求在探讨自我认同的这样子的议题，所以当这一次我在书单里面看到夏曼兰波安的时候，然后又再看一下导演名单里面，导演名单里面并没有原住民导演，如果有原住民导演当然是要让给他拍，所以我就第一个就选择夏曼兰波安。老师，导演刚刚有稍微提了一下夏曼兰波安，其实他真的非常传奇性，可不可以请导演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作家？他应该也是台湾唯一的一位海洋作家。因为夏曼兰波安他我没有办法代为他介绍他的生平，因为太精彩了，他私底下跟我讲好多他的他的很精彩的故事，包括他的小时候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吗？例如说夏曼兰波安本人他其实就有一点像片子里面的那个男主角，就是那时候他要来台湾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是阻止他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在当时是应该是一个蛮普遍的状况，很普遍，对，只是夏曼兰波安跟戏中的主角的不一样是他是真的来了台湾，对，念书，而且是非常的优秀的，然后他这是我听他说我代为转述，就例如说他在台北，他那时候是念淡江大学法文系，那时候真的很穷，然后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他手上有刺青，是他那个时候自己因为饿到真的没有办法忍受，然后自己用刺青这样子
来度过那个饥饿，让自己感到疼痛。然后例如说他的创作的开始，就是他第一本《人海情深》，就是他那时候已经是有两个小孩的状况之下，放弃台湾的工作，放弃他这一路走来在我们说汉人体系的这样子教育里面所累积的这一切，把它放弃掉，回到兰屿，带着两个小孩跟太太哦，然后开始过这种每天潜水的生活。可是当他刚开始回到兰屿的时候，其实兰屿的这些长辈们是欢迎他的吗？欢迎他回来，但是是很怎么讲，就是很瞧不起他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的说法就是你是被汉化过的人。在达悟里面，他那时候刚回去的时候，既不会潜水，又不会坐造船，对，就是已经跟文化脱节了。是，对，所以是没有文化的人。从达悟的观点来看，的长辈们来看是没有文化的人。是，所以可以想象，在他那时候，其实《人海情深》里面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说，我感受到那个傻劲，那个傻，但是那个傻却是，我说那个傻是别人看他的傻。他在《人海情深》里面讲到好多他在海底下的一些状态，然后我透过文字可以感受到那个其实是那个时候他是孤独的，他想要被认同，他想要被真正的他的母体的文化被拥抱的，就像在海水被海水拥抱一样，那个东西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其实也是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才获得他家人的认同。例如说在书中就有提到，其实那个时候小朋友也会跟他说，爸爸，我想要吃王子面，可是他可能5块的零用钱也没有办法给或怎么样。对，那他就是很执着的要像真正的达悟男人一样，你们所吃的我去海里面抓来。对，我觉得夏曼兰普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书就像一个宇宙一样，他有他自己的宇宙观。虽然他用的是汉字，可是他很成功的用汉字把他们的文化里面的宇宙观给表现出来。所以才会如此的独特。他讲的不只是海洋，而是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这个宇宙的方式。对，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翻译他的著作，因为太独特了。是。我觉得夏曼兰普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书就像一个宇宙一样，他有他自己的宇宙观。虽然他用的是汉字，可是他很成功的用汉字把他们的文化里面的宇宙观给表现出来。所以才会如此的独特。他讲的不只是海洋，而是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这个宇宙的方式。对，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翻译他的著作，因为太独特了，是很少有作家可以如此去书写海洋。这也我相信这也是刚刚好，是因为夏曼兰普安他在幼年的时候正经历就是他的母文化跟汉文化的冲击，这样子的经历，然后再经过他自己接受汉文化的这些训练，但是最后又在抛弃这一些，再回去重新寻找自己的根。他整个的人生其实都在创作。對，那去兰屿和他聊聊天，和他相处，他对我很好，他带我去他们家的那个果园，去看他们家的树这些耕种，会发现他真的是用生活在实践文化。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每一个都是扎实的。对，老师去年出了一本最新的书叫《大海浮梦》，然后我非常可以理解导演你刚刚说的，他用的是中文，可是他写出了一个汉人没有海洋的灵魂这样子 的背景写不出来的字句。比如说他写说，我们从小每天的第一眼最后的一臂都是海洋，然后他的潮汐大小变换勾画了我本性的浪漫跟懒散。然后他里面美、对，好美好美。然后他里面写到一个部分，就是他说他小时候呢，外祖父很难得很难得有个机会
可以洗澡，他的姐姐帮他外祖父洗澡，然后他姐姐帮他把外祖父就是身上的那个尘垢，成年的尘垢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他的外祖父就问他的姐姐说，哎，我现在看来是否如海洋般的清澈了呢？然后他姐姐就说，是的，你清澈如泉水。我想要请导演帮我们谈一谈您改编的这个作品。嗯，他的故事的内容大概是在说什么呢？好的，我先讲这本书《老海人》这本书。那其实《老海人》这本书里面，他讲了各式各样的人，嗯，应该算是部落里面的边缘人。嗯，那可能有些有酗酒的这样子的问题。嗯，对。那但是我觉得这本书迷人的一点是，没有人生下来就是边缘人，没有。这些现在被认为是边缘人的，即使在部落里面被认为是边缘人的人，例如说我拿老海人洛马比克这位来讲，他小时候其实是非常优秀的，他是那种班上成绩最好的，然后可能长辈公认觉得哇你抓章鱼一流的，对，就是那种岛上的风云人物，可能在很不一样的部落都有耳闻过有这号人物，这么优秀 的年轻人，是，但是他正好就是生在这个两个文化在撕裂的这个年代，对，所以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讲啊，还有发生会令人很心痛的事情，就是说小蓝屿，蓝屿旁边的小蓝屿其实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禁地，是一个圣地，但是中华民国空军长久以来演习的时候，是把它当成靶，所以每次演习的时候，老人家就看着战斗机飞过去丢炸弹，丢在他们的禁地去炸他们的禁地，老人家每次炸一次就会心痛一次，所以对于老人家来讲会觉得太可怕了，这些汉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然后又看到我的小孩，我的儿子，我。他们是非常重视儿子的，他们命名的方式应该说不管男生女生，他们命名的方式是以你的小孩为命名的，例如说我生了一个小孩叫兰波安，对，我本来有别的名字，我会改成他的名字，我会改成夏曼兰波安，我的名字会变成兰波安的爸爸，如果他又再生了一个小孩，我会变成某某某的爷爷，是是是，所以我那么的重视我的小孩，然后我的小孩现在跟我说要跑去那个那么恐怖的地方去學習，他们炸我们的，对，他怕会你去了就你的灵魂就回不来，对，所以就那时候就有很多长辈会阻止小孩去，但这些小孩已经看到了这些，尤其学校那时候开始有学校的老师会来讲，那个时候的教育当然就会比较。那时候还没有原住民这样子的观念，是，所以那时候的老师的教法可能就是觉得说你们这些野蛮人，就是以汉人中心的思想，我要教育你们，你们是没有文化的，我要教你们怎么样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去教达悟的原住民的小朋友，让这些小朋友一开始就觉得啊，我矮人家一截，那我要怎么样去学习汉文化，去想办法接近一点，所以很多人当然会想要来台湾念书，对，但是这本书里面其实是我觉得是用一种很温柔的观点去看这些人，这些老海人，不只有一个，对，他也勾勒出了就是他年少的时候的岛上的这些故事，很精彩。其实我拍出来的只有《老海人洛马比克》里面的其中一章的其中一个故事，对 对，我只是因为时间的只有二十分钟，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好短好短，对。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又好又有的是可以真的会让你捧腹大笑的，对。然后也有很多会觉得很荒谬，但是它如此的写实，对。我后来又甚至再多加了一些，就是片子里面除了历史之外，现在的蓝屿就几颗镜头，对，就现在的一些蓝屿的一些状况，我一直希望就是说可以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来看，
一些转变。嗯，拍这一系列的影片最终也最棒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借由影片，然后你喜欢这样的文字，然后再回去把老师的书再拿起来看，然后你就会知道原来兰屿人，原来达悟族他们有这样子的过去，是我们过去都长期忽略他并且没有友善对待他的。讲回来，其实兰屿还是一个真的很漂亮很漂亮跟台湾截然不同的一个岛屿，可不可以导演帮我们谈一谈在那边拍片的事情？首先，我去兰屿，我从2000年开始去，就看了夏曼兰波安的小说之后，自己背着背包去大学时代，然后中间有去拍过 MV， 然后也在那边结交了朋友，陆陆续续去了6-7次，然后到现在是2015年，去年2014年。我才终于鼓起勇气，我一直知道夏曼兰波安住在哪里，但是我才鼓起勇气，因为这一次有这样子的机会要拍摄他的小说，才有机会找他面对面去面对我的偶像，这样就是一个就走了十几年啊，因为我不想去打扰人家的生活，然后我也就是这样，就是粉丝心态，是是是。那我们这次的拍摄，因为我知道这个拍摄会造成生活上的打扰，所以我就用最低人数的，我们从台湾过去总共只有9个人，然后我摄影师是找当地的叫张野海夏曼，他是一位爸爸是就是那个带队官这样子的，就是戏里面带队官的这样子的背景，他爸爸就是60年代是对从台湾过去的老兵这样子，然后妈妈是达悟的人，当地人是，所以他是同时具有2个身份。他叫张野海夏曼，拍过很多很棒的纪录片，还有我们碰到了台风，可是却在你知道，就常常讲说去兰屿送关岛，就在被关了好3天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把戏给拍出来，然后。我觉得是很受到眷顾的一种状态。对啊，如果可以不去那边，不是去拍片，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导演这个片子，老师应该看过了，对不对？我不敢问他看过了没，但是我剧本都有给他看。那我其实一开始我挑了这个，然后把我的拍摄大纲就分场大纲给老师看的时候，他就看一看就觉得不错，然后他有给我一些建议，对，建议觉得你少了什么，对，然后依照他的建议我再去多拍一些东西，或者是有的时候是听周围的就当地的一些人的一些讲到以前的事情，试着把它再放回去。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拍的东西，我想应该跟当初跟夏曼老师他创作的时候的差太多。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你会不会很想要问他老师？或者是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应该可能会被我不知道，我会怕啦。但是我觉得。对，他一定会看嘛，因为接下来就有机会我们会一起参与放映。对，或者是你有想好什么，当他你见到他的时候，你有想要跟他说什么吗？哎呦，就没有，就跟他说谢谢。这是达悟族的话，是不是？对，因为他，对啊，他对我很宽容，他其实在过程，他可能有发现到我太在乎他的想法，所以他甚至后来跟我说，尤杰。我跟侯孝贤也工作，就跟很多长辈也工作过。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说，当你现在要创作，虽然你是去拍我的原著，对，但是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就不要绑手绑脚的，你就照你想拍的去拍。哇，对，所以后来他也就没有在，因为其实前面的讨论到一个段落之后，后来我不管说选角啊或者怎么样，他也没有任何的干涉，那我后来又甚至再多加了一些，就是片子里面除了历史之外，现在的兰屿就几颗镜头，
对，就现在的一些兰屿的一些状况，我一直希望就是说可以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来看，一些转变，对，而不是像我们常常在新闻上就哦看到一个现象，比如说便利商店到那一边，或者怎么样，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现象，而没有看到它背后的脉络。好。其实我原先一直以为阅读时光是让我们可以借由影像接近这些经典作品的一个方式，是是是，可是我今天跟你聊完了之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很有意义，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他们创作，然后我们的年轻导演再接着他的创作继续往下走下去，我觉得有一种传承的意味，是大家一起共同的去完成这样的作品，然后不管是文字的方式也好，影像的方式也好，然后让我们看到台湾有很精彩的文学跟影像的创作，真的很谢谢。我一直觉得文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以我来讲，我要不是有阅读这些台湾文学，我可能根本不会开始创作。所以想想看，文学有多么重要？是每一个作家，对，每一个作家，每一个著作有多么重要？对，他们这些都是种子，没有这些的话，可能没有别的更多的人文性的创作或人文性的思考在里面。对，它是一个根本。对，然后从这个根本，就是大家书写出来。我觉得感觉像是一个民族集体的面貌，各自用不同的角色去充实它，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台湾人过去生活过这样的长的时间，各自不同的族群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在怎么样的历史时空之下。所以我们这次也关照到了达悟族，还有阅读时光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像是汉人在哪一些特定的时空里面发生一些事情。好，所以导演接下来还有想要拍谁吗？没有，我没有不敢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但是我非常希望说，像阅读时光，对，这是文化部所发起的一个企划，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企划，我也觉得文化部就是该做这样的事情，做的而且做得很好，那我希望。我们这一次做完，我希望还有第二次，那可以在还有很多台湾还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家，没错，也有很多优秀的影像创作者，对。然后像我，因为借由这次的拍摄，真的学习到很多，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共襄盛举，还有第二次，对，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可能一个每几年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然后让后来的创作，你影像创作者也有这样子的机会，让后来的文字创作者也有这样子的机会。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它会变成一个非常良性的一种创作之间，不管是创作或者是对观众来讲，我觉得它也有很多火花。没错，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郑永杰导演帮我们分享，谢谢。谢谢。